快看呀，日本整人节目有多丧心病狂。电梯整蛊压轴登场的是位娱乐圈39岁高龄的老前辈，年近半百还要跟年轻人同场 PK， 这职业素养也是杠杠的。能否在润滑油滑滑梯当中战胜一众年轻人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大妈一脸蒙圈，这群逗逼在干嘛呢？是不是想挨揍？观众朋友们，精彩的慢动作回放来了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为了博取流量硬是往泥坑里跳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笑声。